这个新子不错，他是把第一条送到家，送到村里面，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是代替人自己来做，自己要做的，做不到了，做不到了，非常感谢，虽然没机会，好在最后有很多的我们非常清楚的社团，轮着。感到很惭愧，是我们代表公共做不到事情，那么基金会在帮我们各位这个机构在协助。那我们英文走过来，我们学习。当你遇到我一代以后，发现有问题的在追踪，那这个非常清晰哦，可以说是相当深度的人性观察，不是说一步了事，一般就过了。就再开始，希望能够不用过往，这种机会，跟各位进行长期的赞助。那么，在旧五个月的这点，更应该受到重视。对，那这些年，